今日は行きつけのマッサージ屋さんで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艾婷。我叫艾婷。艾婷？是的。爱你的爱，对吗？爱情的爱。对，平凡的平。平？是的，平凡的平。平凡的平。是的。视频的平。不是视频的平，是平凡的平。平凡的平。对。哦，爱平。对。哦。好。你是哪里人？湖南。湖南。是的。哦。湖南人喜欢吃辣的。对的。你也会吃辣的吗？嗯，一点点。一点点。为什么一点点？没不太喜欢。时间长了呀。哦。太辣了，受不了了。你什么时候来上海？嗯，2017年吧。2017年。是的。哦。前面呢？2017年的前面。在老家呀，在湖南。哦，在。在广州。广州。是的。广州也去过了。哦，对的。哦。哦，在广州也。这个行业吗？嗯，不是的，在广州是自己开店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你开什么店？嗯，餐饮。餐饮的，哇，你餐饮的老板，好厉害呀！开了几年？哦，那边应该很好，生意很好吧？挺好的。哇。累呀，好累的。累的。是的。哦，那你怎么学这个按摩的技术？这个也做好几年了。哦，做这个也做几年了。哦，2015年。2015年。是的。哎，你一边做餐厅一边做这个工作？没有，做餐饮后面做这个的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嗯。哦，哇，为什么突然想做按摩的？因为很累的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是这个养生行业也挺好的呀。我也是误打误撞到这一行的。哦，打误撞？误打误撞就是，不是你事先计划的，就是，机缘巧合吧，就到这个行业了。哦。机缘巧合。机缘巧合，对的。哦，好好的，哇，那这个你的工资多少？现在吗？现在。工资不高，好吗？10000左右。啊，真的还好呀，还可以的呀。现在疫情期间就没有这么多。啊，你们有那个的。疫情里面，疫情期间生意有影响吗？啊，生意，哦，对对对。现在工资不高了，现在工资好低了。有基本的工资吗？没有的，就是。全部都是提成。啊，对的。哇，哦，那现在很辛苦的。嗯，是的。哦。还好，习惯了就好。哦。对。不过那个保吃保住，对吧？是的。那可以的。哦，好的。我们这个行业都包吃包住。哦，对对对。嗯。包吃包住，工资1万的话，很好的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嗯。去年的话还有。哦。好的。有没有对象？有啊。真的？真的呀。哇。哪里人呢？湖南人吗？还是？是的。他也在上海吗？没有。他在湖南。是的。哦，很寂寞呀。不会呀。不会吗？天天做视频吗？啊，对啊，视频聊天。我们住宿舍一起这么多姐妹，挺好的呀。哦。上班下班其实也没多长时间，都下班又很辛苦了，直接洗洗就睡觉了。哦，那个跟没有想他吗？很想他吧。
没时间想。没时间想。对啊，一天这么忙。他在老家做什么？做餐饮。哦，餐饮，哦吼，哇，还是老板吗？厨师。厨师，哦，厨师。对的。厨师工资高吧？也差不多，挺累的。哦，好吧，好的，很好。你的血型呢 ？A 型。A 型。是的。哦。星座呢？好像是射手吧，应该是的。哦，射手座。哦，对的。身高呢？身高，156吧，应该是。哦，体重呢？体重是48。哦。48、49的样子。哦。范围呢？没量。没量。是的，真没量。哦，好的。我怕问这个问题的话会生气。我真没量，是真的没量。